哦。好，哎，到你了。木村拓哉的秘密音乐多好听啊！我知道了啦，木村拓哉我知道，他有那个人中之龙。没有，我觉得木村拓哉是这样，他长得帅。然后，所以你说杰伦不帅了？对嘛，这是你的意思。就是才华、才华、魅力很赞。就是不帅。那如果你要以脸来看的话，应该是没有办法，比较因为木村拓哉在更，毕竟他老了。但是如果你要，但是如果你要以打乐西来说，我觉得Faker应该是最强。啊，那是肯定的，肯定的。